不错，哦，你说这么狠，还是我们开个节目？啊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看上片，我想一下哦。素懒蛋，素懒蛋，素懒蛋，你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我们要唱，我们要唱，素你懒蛋。我刚看到 Sam 公主架摄影机的那个脸。跟他平常在录《异想联盟》完全不一样，之前《异想联盟》是这样啊，对，然后他刚刚炯炯有神啊，是他刚刚，然后眼里戴着口罩，我都看得到你面带微笑，对，眼睛都在笑，我们站在后排都看着你们的笑容，刚刚跟着微在那一集想微上扬，真的微上扬，眼睛下扬，然后嘴巴上扬，他眼睛怎么眯？你的眼睛真天生的笑，到底有什么好笑？三鼻笑，逗不住，逗不住，我这么狠，还是我们开个节目？啊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看上片，我想一下哦。素懒蛋，素懒蛋，素懒蛋，你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素我们要唱，我们要唱，素你懒蛋。来，五四三二，欢迎收看。人家那边是严防，然后你在讲这些，哎，好可怕！等下收一种，可以可以，对，赶快开始。深夜节目是凌晨三点才会上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11点就可以了。真的开始了，晚上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，那我很想。你们怎么开始尺度变那么大？就是这样，像他带内裤，你要随身带内裤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后随身内裤在头上，对 ，OK， 重力在脸上。对在我屁盖也要，在我屁点能垫的就垫。然后真的，我们真的叫素灵感，但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没有要跟你合作，内容就是不是深夜节目吗？随意啊，我们要聊什么？聊两性啊，聊两性的教室，我们是健康两性的教室吗？因为现在健康教很重要，而且配上你的脸，真的不会觉得是健康的，而且健康食品都可以记录。哇，赶快，好不好？片，你们赶快出个，赶快研发异想片，赶快研发健康食品，让我们带。他进那么多产品了，还是要我研发？大家期待这一集阳光蜜，下一集凤梨，然后再夜黄叶黄叶黄素，对，胶原蛋白。然后出外景去他的火锅店，酒类也有，都有，是也有，不要看错人，真的是不是？你看，像你要啊，你不用，都是叶黄素，没有，他没有这困扰，他没有这困扰 ，OK 的。哎，怎么那么？刚刚他们有准备一个小，帮我们叫你耍一下，看看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情人节，可是完全歪掉。对，完全，我们现在已经朝情人节关这什么事啊？他想说要给我们许愿，月老啊，请问。我们的素你懒蛋节目 YouTube 到底开不开得成呢？月老，请给我一个指示。如果开得成的话，就给我一个喜喂，来哦，来哦，一二三。哇！素你懒蛋，天哪！天哪！新规，新规，节目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一切都是天意啊！对，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都是天意。恭喜我们从今天3月14号开启的这个新节目，怎么那么快？大家都期待哦！两性节目健康教育，而且我们又不是那个真的那个声音，哪个啦？哪个声音？你说素懒的叫声？哎，那我们的片头会是什么样的声音？就是你这样举例啊，叫啊，素懒的叫声，素懒的叫声，素懒叫真的是这样，真的就这样。太可怕！你们越来越可怕。不行，我都没有说什么。哎，可是他们笑得很开心。哎，我是走气质路线。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好可怕，你们好可怕。”然后一直笑的。对啊，他们看得很开心。加点红，对，加点红了耶！哇塞！没有，我觉得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三娘教子太可怕，我要去找下一个女生。对，很可怕。好，下一个，来，因为我们也累了。对，刚刚好笑，他刚刚真的只是要攀到。冰箱，然后他刚好是门打开就啊是我，起来了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原本是自入业配，原本是冰箱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是，他说我要找一个女生，然后他刚好碰到我，又忍不住我。对，然后冰箱都飘过去了。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因为我真的受够戴口罩跳舞。哦。对，然后希望我的。签书会5月14号圆满成功，会吗？会圆满成功吗？要吧，金鸡母都请到了，请多耶。
有没有？欸、我就是行规命。你是天生带财的女生呢、欸？对啊，我就是天生行规命啊。只是男人缘不好，就不要说了，没事。好啦，来，这是情人节巧克力。哇，你是今天第一个送我巧克力的人呢、欸欸？真的、喔，真的、喔，谢谢你，情人节快乐。